有呢，这款的代志袂当算人头呢。主权的代志，头家是啥物人诶，就是啥物人诶，啥物人都无法度甲变。西亚瑞讲啊，讲三摆啊，去年伊讲哦，这个地区太平洋地区，即个土地有问题啊，爱用国际法来解决。南海爱用国际法来解决。人讲遮侪摆，讲国际法，所以好不容易中国开始用国际法来你讲。你家，恁即摆今日来读这个初级班啊，上个简单，我互你知影。台湾这个地位，为当时开始问题，为1895年的4月17号啊开始算。马关条约签落去，吼、哦，5月8号生效，6月2号办移交，6月17号开始施政，就是开始伫台湾管理。这个是马关条约经过。所以这块土地已经是日本天皇伊的，一直到1937年皇民化，啊，1945年4月7日，啊、哦，4月7日的时阵啊，这个啊昭和天皇啊，直接实施明治宪法，啊，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噶这个所在你也足清楚呀，尤其是1941年的这个12月7日，迄天伊起事珍珠港，12月7日。咱台湾人足了不起的，12月7日，你高雄一机场啊，出动100几架的零式战斗机，去啥物说啊？去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内底100几架飞机做一摆甲见面。以前的飞机吼，做很少呢。啊，啥物人我控制制空权，啥物人控制？迄个地毋是美国控制啦，迄当然是日本控制。台湾的空军。将迄个克拉克基地的迄个飞机啊，隆重个歼灭，安尼以后，这个制空权啥物人控制？台湾控，日本台湾控制啊，日本控制啊。啊，所以日本人才会当用遮尔啊紧的速度啊，为1941年开始呢，拍你南洋，势如破竹，无阻挡。但是有一个人足讨厌台湾人，啥物人？麦克阿瑟。麦克阿瑟一世人来滴。但那有一摆部队去和台湾人全部见面，做一个部队的司令哦，那部队去用见面，全体见面哦，还是足大足大的侮辱呢。所以伊的内心嘛，看你台湾人哦，未去呢，唔是讲未去啦，最尊敬，但是哦，足气你台湾人啊。但你看，咱竟然老志远甲创一条麦克阿瑟公路有吧？还是咱台湾人的侮辱呢？所以麦克阿瑟。这条公路啊，啊，那咱台湾民众有这种啊，要甲改，啊，你看无？甲改做杜勒斯公路，杜勒斯的前面的就是那和平条约人，杜勒斯哦，帮忙了我们台湾人啊。我阁甲你讲哦，就是那和平条约是杜勒斯写的，啊，那马关条约啥物人写的？嘛是杜勒斯呢？啊，你讲啊，那有可能？啊，拢是杜勒斯，啊，那遐老遐老诶，唔是，因老爸唔是啦，因阿公啦，因阿公。签迄个马关条约，因孙啊签旧金山和平条约，我因这个家中哦，拢在读法律嘞。啊，你们讲清太郎会当签和平条约呢？没有那么简单呐、啊。和平条约哦，咩咩格格，自己哦，要用什么哦？要斟酌再斟酌呢，唔是遐简单呢。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你甲看哦，今日咱今日目睭甲拍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有的写得很好，但是有的那个条文就写得普通而已。我照这个和平条约，我有以台湾的身份，我一字一字给他分析。我在我们的台湾战争史里面有，照这个和平条约一条一条，我给他分析得非常清楚。这在上节课我跟各位说过，台湾已经是日本天皇的领土，不是他的殖民地。你只要看这两个条约，你就知道说已经不是殖民地了，是伊的领土。所以各位，如果是领土，安尼的时阵，我们所受的待遇就无同款呢。你也看哈，波多黎各，敢是美国51州？唔是呢，偌久啊？1898年美西战争，1899年巴黎合约，西班牙将波多黎各啊美国，到即马已经100几年啊，100几年，波多黎各甲我变做美国的一个州。无呢，但是我跟你讲哦，在这两三年内底啊，美国你跟我讲的谈判遐人哦，有甲我抱怨波多黎各啦。伊讲哦，
对波多黎各吼，阮最近的这几两年一定要叫伊选择要独立，啊是要变做51州，因为那是伊占领的时阵呐，伊这个土地的人爱缴税无？免，啥免缴税？你甲占领，你也甲负责任。啊，这是正经话来的规定的。所以波多黎各人嘛真巧啊，波多黎各你也看，波多黎各足贫惰的，啊那笨蛋，伊不爱做啊。我若无钱，你就美国爱花钱啊。啊，所以也免做兵啊，爱袂去美国的物件，拢免税金啊，都不要税啊。所以你也看哈，波多黎各的人哦，你伫美国你会发现哦，波多黎各非常贫惰，逐天你拍球，逐天你收水，逐天佚佗。啊，美国已经挡袂住，美国最近两年也甲伊讲哦，你要公投啦，你要公投啦，啊，公投拢袂过，伊也不爱变做美国51州啊，啊，若变做51州啊，爱交税金啊，伊就不爱过啊。啊，所以美国吼气甲要死嘞，好不容易。我唔知伊安怎甲怪，原来这个投票要叫伊赞成啊，一定用怪呢。伊咪安怎甲怪，怪怪吼！哎，去年啊，公投通过嘞，讲啊，这要变成美国51州，啊，即嘛问题过来啦。美国换迄个国务诶，咩？迄个参议院甲众议院要表决呢。但是美国即嘛问题发生，美国你家己表示过啊呢？你已经是十几年前，你也表示讲哦，你美国除了51州诶，50州以外，你无爱增加新的领土呢？啊，你家己讲诶，啊，你怎变啦？你变啦？啊，所以咱嘛爱争取咱诶好处呢。咱是即嘛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对不对？啊，不像咧伊计先啊，美国计先啊，伊讲哦，无啦，我即嘛无占领啦，我是中华民国。诶，啊，中华民国是你叫来呢？啊、叫来正义的嘞，一般命令第一号啊！啊，你叫伊来占领，哎，我问你嘞，叫别人来占领，伊若这个别人若有代志的时候，什么人爱负责任？什么爱负责？叫的人嘛，你拢听懵无嘞？后摆你西龙的人，迄人爱负责任嘛？教唆罪嘛，对不对？然后中华民国伊伫咱遮非非乱做，啊，你必须爱负责任嘛？啊，免咱负责任，你如？啊！你叫我去做兵做两冬，啊！我让你占领，我来就做兵。咱以前拢唔知啊嘛，对不对？以前咱就读下来，你想讲吼，啊！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中国人伊就讲，你爱护这块土地，爱护这块服务诶啥？服兵役是国民应尽的义务。要是我都不是中华民国国民啊，我咧应尽什么义务？啊！所以咱隔壁个讲，啊！你叫我去做兵。我讲你唔能叫伊讲马英九讲，即摆啊做台湾人免做兵咧，迄是咱的关系咧。啊，所以伊个国防部部长诶，高华柱，伊讲哦，未使啦，伊个恢复征兵，我甲你讲，绝对未恢复啦。安怎讲？咱的关系还阁伫遐呢，绝对未恢复啦。啊，未恢复，但是马英九伊即摆讲哦，马英九坚持，你看着几年，马英九会坚持，伊美国伫后壁啦。三军伊要减调呢，本来21万的三军，即摆剩12万尔呢。喂，12万就以前的迄个日本，日本啊，迄个美国去占领日本的时阵，自卫队同款啊，然后12万，啊，你嘛12万，武器咱未使买呢，啊，即马伊用一个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来讲啥？伊用迄个啊做台湾关系法来讲吼，伊讲即个武器是中华民国爱开一个菜单，唔系美国开一个菜单，和中华民国跟我要买啥，买啥。迄个真正伊伫开，是美国伫暗示伫后壁伫支持啊。好啦，你中华民国开菜单，讲买啥物物件啦？啊，送出钱，台湾人出钱呢？叫我台湾人出钱，啊，中华民国给你买，啊，买的军迄个武器内底，拢藏伫在关岛，较先进拢藏伫关岛，啊，飞弹藏伫第7舰队。有这款国家吗？因为咱2006年告美国告了，我真正足成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你啊看，佮遮尔啊济代志，拢是最近发生的，拢2006年开始发生的啦。安尼你袂烦，你袂歹一个数呀。哦，你敢那听尔哟？哈大声，拜托。我无要叫激动，不要激动，请不要激动哈。我是你讲吼。因为咱有这个代志，咱去告美国，啊，美国有照啊，做国际法去行，咱去赢是赢伊这个所在啊。我听你讲吼，你唔免提多提钱，我讲几下摆啊。是安怎？为2006年告到今2013年，中华民国到今日唔敢甲咱安怎处理？
含身体甲你帮都唔通甲你帮，为什么？有啊，我相信咱在这有足侪人哦，嘛足侪亲情亲友的啊。啊，是安怎我都甲你处理，咱照国际法。台湾人上界惊是啦，用感情的。哦，台湾一定要独立，未使。是安怎台湾讲独立讲啊，无来公道，会使公道无？是安怎未使公道？是安怎未当讲台湾？美国讲吼不可以公道，啊是安怎未当公道？不是啦，因为台湾有两种人嘛，一种是本土台湾 people of Taiwan， 另外一种是 在台湾的中国人嘛。啊，两种人是要怎公道啦？要听谁的？要听你的，还是听那边的？啊，做出来公道的结论是什么人的？所以要怎公道？不能公道，是这样的管理呢？你搞不清楚啊！啊，有的人吼，美国是民主的国家，竟然不能公道，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这样。不可以公投。啊，台湾讲台独代表战争，是安讲台独代表战争？因为这块土地主人是日本天皇，啊，你要甲独立，啊，日本天皇要怎？我甲你讲，你法律上来讲，日本天皇啊存在，安尼大日本帝国就存在。当然，即马吼爱看啥，爱看美国的的态度啦。美国是主要的占领权国，因为台湾这块土地伊拍落来，伊甲征服的。用拍落来，这是较抽象的话啦。伊战争话咧，唯一讲就讲征服 conquer， 伊征服了台湾，所以日本爱听美国的。所以有真侪美国，这日本人吼，他们讲哦，伊对这代志伊嘛无通哦，伊嘛未清楚呢，伊嘛感觉讲，是安怎大汉拢听美国的？为什么？啊，因为咱最近。咱民政府在温州开始予日本去看，予日本人已经写下来，拢寄予日本人以后，伊即马开始麻烦啦，甲咱同款。虽然咱的速度真慢，但日本啊，伊无甲中国主动，所以呢，日本人伊捌比台湾人速度搁较紧。因为台湾人哦，心内的心里面啊有负担呐。你有啥物负担？我最近看几本册，1945年、1946年的时阵啊。台湾的白色恐怖，甲1947年的迄个做二二八事件，迄死偌济人，你敢知影？有个人讲，郝柏村，伊讲台湾死几百个啊，尔啦。我甲你讲，我敢若看册内底所写，上少超过几啊万人。想讲，啊若无台湾人袂惊，甲像今日即款样，讲叫来上一个课，安尼袂输爱你的肉共款。迄个时阵。伊要甲你，伊要甲你清查，有人甲你检举，你就死啊！有人检举就死呢，所以要害人足简单嘞呢。我有看一本册，哦，讲有一个国小、国校的迄个做这个啥，迄个老师真水，爱部队哦，看到，迄暗哦，部队长就叫伊的士兵，迄个侍从官啊，去引导甲讲哦，恁老爸是匪谍。我有嫌疑，他是匪谍。啊，你若要改观，恁查某囝嫁乎我。我请问你，那迄款钱里边啊，真正嫁乎伊啊？啊，嫁乎伊嘛，幸福嘛，无要紧，对不对？嫁乎伊，部队刷来刷去，刷等于中国，刷等于中国。因这老爸后悔啦，因老爸讲哦，啊，我要怎？我去互你清查就好啊。啊，我查某囝一世人翘起啊。啊，去中国了，伊将迄个阴谋啊，甲卖去。吉利号啦，啊！这个老爸叫因小弟去找，找无啊。所以我讲，台湾真正这段时间啊，非常的苦难。迄阵非常苦难，我甲看足济文章，无一篇写讲占领。迄阵拢一直叫是讲，咱是建县国。建县国哪有可能受这款的待遇啦？咱是因为建白国。台湾人是建白国，但是咱家己唔知影，是因遐中国人知影，美国人知影，知影讲咱是建白国。但是伊中华民国伫台湾，你该统治的时候，你讲你建省哦，你甲我拢同款，咱的台湾拢同款，其实完全不一样。我相信咱遮年纪啊，差不多50岁以上，你足清楚呀。想讲单位的主管拢一定是中国人，啊嘛要升官的时阵，拢是中国人代升，你拢未感觉奇怪？恁的身份证。就咱这用的，唔是咱的啦。中华民国身份证，内底拢可做记号，你敢知影？你啊身份证后壁，你家己用手甲摸看，迄个后壁的右上角甲摸看麦，遐拢有号码呢，遐拢你看袂号码，
用透明的呢。我跟你讲啊，你唔想，你有炸身份证有啊？来，你先家己看麦啊，身份证啊，摕出来看，你的背面一顶管甲吐看麦啊，是不是号码？有的人为生出来甲死为止啊，还佫唔知道有迄个号码啊？这个号码要创啥？伊那歹甲你讲，为什么？因为因遐中国人的号码甲咱无共款啊，因遐中国人伫农庄看病拢免钱啊，就这号码。你老早咱的民顶官啊，伊会互当两字啊，奴隶。咱做奴隶呢，啊，台湾人做奴隶做甲足习惯的呢。你即马甲讲这個台湾人，伊不爱甲你听呢，有哪有可能？怎么会可能？啊，中华民国遐尼啊大，我甲你讲，中华民国遐尼啊大，若要甲处理掉，一工就甲处理掉，五分钟就甲处理掉啊。我甲你讲，你听我甲你讲个清楚。中华民国即马开始去打包，中华民国政权伫明年以前，我估计它会结束了。无军队啊，我问你，没有军队过来边啊？咩啦？无军队咩啦？等于金门是另外一回事啦。中国会来无？听好清楚，绝对袂来。啊，你们拍手呀！咱听着拢哦，大家拢安尼。啊，搁即摆还搁惊吓呢？啥人讲中国袂来？因为后壁有一只老虎伫咧。迄老虎是啥物人？美国嘛。美国伊个声明啊，这块土地是我占领的。你若甲我拍，就是你阿拍美国。所以有一个团体讲一边一国，各位一边一国是错的。爱讲啥？两边两国啦。你听，你再讲一摆，你无你搞不清楚呢。人家你讲一边一国，你讲对一边一国，一边一国敢对？一边一国会变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跟你讲，你就要讲两边两国啦，啊唔才对。一边一国就是一国尔嘛，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所以政治口号啊。真正一天到你骗你台湾人，啊！你以为这政治到你不要分别，不要分辨啊！你就妥呢。中国人用的遐字吼，你真正是无伊法度呢。骑马会弄死人，骑马会弄死人，你怎知影？你知无？骑马会撞死人，你知无？你笑，我讲实在呢。骑马会弄死人的时阵，要安怎？你若有钱啊，我就甲你判无罪；啊，若无钱，你就死。啊，骑马会弄死人，是安怎讲？你罚钱，我就甲你判你无罪。我甲他改字就好。骑马弄死人就驰马伤人，对不对？驰马就骑马嘛，弄死人嘛，驰马伤人，死刑。但是我甲你改字叫啥？马驰伤人。马甲你走去弄死人诶，安尼爱钱爱罪无？免罪。中国人伊拢去算这套啦。驰马伤人甲马驰伤人，这中国人。也要用这款的文化，用因这种的，因讲的叫做聪明啦。中国人的聪明是啥物意思？因刚刚讲，奸诈掉，欺骗。啊，中国人的聪明，因上个推崇的啥物人？孔明，诸葛孔明，对不对？啊，诸葛孔明聪明伫倒，足好骗的。空城计，哦，你捌听无吼？三国空城计有无？啊，个啥？草船借箭。哦，用迄个超人哦，钱伫里下，你扣十万几的钱，中国人讲哇，好聪明，好聪明，我们全中国最聪明的这款人。但美国人、东方人的聪明是啥？是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啊，做迄个爱迪生发明很多东西，聪明。两边的聪明，看差偌济都。咱台湾人已经吼，已经看到咱台湾这个民众啊。已经学遐中国的歹文化，已经学到有够焦掉啊！像咱这边四月二五发生的代志，明明都唔对，即马回来吼，白贼的连篇啊！所讲的代志，所谓的真相，无一项是真相啊，无一项是事实啊！安有搞啊？足搞的！因这种的是吃中国人的嘴烂，吃足多的。台湾人过去就朴实、老实。袂讲白贼，实实在在讲话算话。即卖台湾人学了着中国人迄套，
碰风白贼话，什么话伊都敢讲？啊，讲讲的呢，伊都无甲你做，嘛是拢伊拢皮皮啊啦。所以咱台湾人哦，有当想想，台湾人嘛足可怜啊。所以咱台湾人，你是家己想看卖啊？咱即摆去读的这个法律，就是真理。咱甲美国讲，所以是安那中华民国唔敢甲咱安怎？因为你若信恁身份证诶，咱就听我讲，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民政府的台湾人，和你中华民国无关系。你袂当对我赋予刑事以上的处分，所以我到今日为止，我嘛同款，因为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所以我无护照，我就不愿意出去啊。你有看到迄、那个？直升机的机场，你有迄、那个、迄、那个，咱有加一个 H， 你有看无？迄要创啥？哎，有人讲吼，哎，啊，你创空的，啊，甲飞机都拢无看半只。有一句话，我要伫这个所在啊，讲给你听：养兵千日啊，用于一时啊，对不对？你哪会知影？有一天，中华民国要结束的时阵，美军的直升机袂直接降落，你哪会知道？直接降落意外。马英九要甲解决真简单，降落马英九请上飞机，为头到尾五分钟解决。我敢甲你安尼讲，我有所本，即上讲诶，美国诶大使馆本来台湾诶处长 ，AIT 诶处长叫 Steven Yang， 伊伫香港做伊诶代办诶时候，伊讲一句话。用中华民国要解决很简单啊，五分钟就可以解决了。我想拢无咧，五分钟中华民国有部队有遐济人要甲解决，我美国都直升机降落，五分钟就甲再走啊。啊，再走以后呐，无政府啊，即摆已经两摆无政府啊，是安那？中华民国的三军司令部取消，即你有看新闻？有啊，你有看无？有看到举手？哦，你拢看啊？啊，你未看到这个新闻，你未感觉很奇怪吗？啊，三军的司令部取消，安尼爱三军的总司令要创啥？无去啊嘛。记得见挂美国国旗，啊有诶啊，有诶啊，死啊硬吹要死台湾人讲啥？啊迄哦，迄、喔、啊做剪贴啦，看到会气死诶。推到即款的程度，你想看卖样呢？台湾人啊，啊即、這个迄、那个啊做迄、那个舰车，啊、喔、即后勤司令裁撤啊，啊舰车的 logo 拆掉。中华民国国家创造一个名词，我写头一摆看到，啥啥低四度，迄战车拢无 logo 呢？我甲你讲，美国国务院三个条件符合的叫做恐怖组织。第一个啥物？唔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是咩国家？唔是嘛，美国讲的嘛，对不对？第二个有武器。中华民国有武器无？有啊，啊，咱去交钱啊。第三点，当地征兵，这我上找这点。我去给你占领啊，我竟然爱去给你做兵，做兵是什么意思？你知吗？效忠的问题啊。台湾人去给中华民国占领，啊，我效忠中华民国，不对。日本时代最后的时阵，美国轰炸台湾，美国迄个时阵是台湾人的敌人，对不对？较大声咧，你拢咱咧拢听咧，是不是？啊，中华民国甲美国是同盟国，对不对？啊，所以美国那是台湾人的敌人，啊，中华民国嘛是台湾人的敌人嘛。哎，咱敌人，咱怎你替敌人做兵？你袂感觉真怨叹吗？我真正足怨叹的。啊，有当感觉讲这真见笑。啊，以前足好读册，发现读册拢无效呢。愈读册。啊，愈读愈册啦，真正。这历史啥咧乌白写，啊，台湾人乌白相信，啊，你也要觉醒，你来这上课，你也要觉醒。但是外口一群人遐尼啊大阵，还袂晓觉醒呢。啊，所以我甲你讲，卖啦，卖安尼啦，啊，你从中华庙要甲武后殿，啊，是变啦，阿强啊会入来啦。我甲你讲，阿强啊绝对袂当入来，阿嘛袂入来。伊是平对一条要入来台湾啦，我跟你讲哦，人假设退一万步啦，中国打台湾啦，伫国际法咧，这叫什么嘛？侵略啊！占领未当移转主权，你就侵略，全世界嘛是叫伊讲你要离开。
这样简单的东西，台湾人不知道你怕什么。当然礼拜的阴影，白色恐怖的阴影还在头里面。我吼最近吼有咱的同心吼送几本啊，迄个1946年，甲迄个叫做迄个1947年开始迄个白色恐怖遐个册，我看，我刚读遐个册吼，真正看遐个册，目屎爱流落来。台湾人的无奈，伫遐内底啊非常清楚。但是我有甲想讲，若我生活伫迄个时阵，当然我生活伫迄个时阵，老早死了呀。最好是礼拜的时阵，遐读大学吼，伊用从各种的理由甲你请去清查啦，互你这有学问的人、有读册的人啊，拢无法度讲的。所以你也看吼，1945年日本天皇投降，啊，甲1952年这个和平，这个和平条生效的这個中间内底啊，台湾人根本都无读册的人啊，啊有读册的人哦，已经 LP 拢无去啊，大拢无去啊。大家拢想讲，啊，就这条命会当活落去就好啊。但是各位，今日咱过美国，咱已经有胆，你知唔知啊？咱已经有胆，咱已经有勇气伫咱的身躯顶啦，对不对啊？伊那中华民国敢甲咱安怎？你免烦恼啦。我啥奈敢遮尔啊大声去啊呛声？真简单嘛，过美国的是我 Roger Lim 嘛。我若有一天真正无伫咧，美国安尼会刷吗？伊若要变过我，谁在哩？但是今日 Roger Lim 毋是干我一个尔呢？咱受训的这些人是有3200个 Roger Lim， 有2200个高级班的 Roger Lim 呢，大家拢受到保护啦，对不对啊？这么简单的理论，我伫上课我拢无讲足深的互你听啦。我这讲的东西，无一项是你伫课本内底你看无的啦。我每一讲，拢是这条条文，这条条文，逐条都是条文啊。中华民国到今日，一直甲你骗讲中华民国是台湾。我问你咧，什么时阵台湾这个土地领土已经交予中华民国？要交予中华民国，爱用条约？条约呢？条约在哪里？哦，开罗宣言。宣言不是条约，宣言叫做 declaration， 主张，一种主张，一种的主张。这个主张无唔对，1943年12月的主张，迄当阵是讲，那阵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以后，英国甲美国同意要将台湾来交中华民国，有1943年。但是1944年日本天皇足巧的，比伊较巧，比那三个国家可能较巧。台湾这个土地，迄阵是日本人的手头。因迄个开罗宣言写的是不合乎情理呢。刚才秘书请求讲，咱这汤先生哦，才有一个目镜的盒子，足水的。哦，我看了要求介意。我甲咱边的郑先生讲，咱两个杨健，啊那杨健来赢的人，这个就是伊的。会使哩无？会使举手？啊，袂使举手？哦，你拢知影袂使啊。因为这物件不是阮两个的啊，阮两个杨建闹哈，这是这个汤先生的啊。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啊，美国甲英国甲迄个叫做叫做中华民国，三个讲杨建讲，啊，投你中华民国，那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呢。因为，迄当阵台湾确实还阁是殖民地，日本天皇足巧的，伊国际化专家一堆。实施日本宪法落去，唔系，迄个做日本的宪法，甲实施落去，予台湾人参政权、甲参战权，实施落去，万国公法已经规定啊。这当中有一个神圣不可分割的义务，日本天皇脱掉的，什么人都无可能甲驳回。所以，迄当中开始，4月初迄一天开始，就是已经变作日本天皇的土地。所以，落尾啊，那个杜勒斯要写那《古今番和平条约》的时阵啊。我认为他开始有在想这个问题了，所以你也看吼，旧金山和平条有真多人看无，原因在这啦。所以呢，我是一直感觉，我写文章嘛呢，我讲杜勒斯吼，我非常非常的钦佩伊，我以台湾人的身份啊，我感谢杜勒斯，伊让咱台湾人一条生路，就是
伊无将台湾，伊嘛无法度搞。伊若讲台湾要搞中华民国，迄是不可以的。伊占领也袂当移转主权，你拢乌龟。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也不可以分割。所以这个台湾这个土地保留起来，就保留起来。到今日旧金山和平条约，到今日68年啊，够伊啊！台湾人爱觉醒，爱家己了解这个国际地位啊，爱家己清楚啦，好唔好啊？咱今日读法律，你莫用感情诶，莫一竿竿毋敢想讲吼，啊，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笑诶！你还未主权独立国家的以前，先将日本天皇甲救出来。咱爱甲日本人讲，我你唔通看讲这个就是遮简单嘞，日苏美战日本天皇，啊了后美国占领，国鬼免哪行。所以我甲你讲啊，学功夫啊，若无真正咱台湾人讲的3年4个月啊，真正无法度啦，干那学2年半哦，无效啦，免哪行。好，你家己好啦，有一天啦，你看遮简单啦。啊你！你我叫你，你创一个台湾民政府，我明仔载创一个台湾政府。我已经学功夫学2年半，歹势吼，爱3年4个月才有出师嘿。我问你啦，你免哪行，国鬼免哪行？你有法度行无？我甲你保证，绝对无法度行啦。哎，免要行啦。啊！都你台湾民政府做一项，我来对一项。迄功夫差足多的，属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即马袂当讲话，旧金山和平条第一条的尾，安尼变安怎？变安怎？啊！有人讲啊，甲日本政府讲，啊！日本政府伫旧金山和平条第二条讲，日本政府应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安尼变安怎？还佫第三条路啦，日本人民啊！我你们人想讲日本人民遮简单呢？啊！日本人民哦，即马10000000啦，1亿多啦，啊！哪一个能够决定？这是啥？爱功夫的，爱头脑的。你有相信咱台湾民众会当带咱所有的人来走出一条新的路？你有相信啊？无？因为咱这的学员是咱的基础，所以我常咧讲，咱的学员，我无叫你去革命，我无叫你拿刀拿枪，你慢慢去示威。你甲中华民国示威是要创啥？迄个唔对人嘛！你甲中华民国示威是要爱啥？什么嘛无效，因为中华民国就天皇甲你推嘛。你看每一摆，那民进党的人去示威的时阵啊，马英九就去佚佗。每一摆啦，我甲看，真正逐届啦。你敢未感觉？啊，台湾人惊我惊到要死呢，惊两双脚正，是要去互车弄死的。有两个老人有无？你会记得无？啊，去互弄死安那？讨无赔呢？免，卖来迄套，迄个备准备好就好啊！我干那要求咱所有人出你支嘴，我拜托各位用你的嘴，甲人讲台湾真真正正的地位，好唔好啊？好。当然，你伫外口要讲，一定困难很多，因为你会去用笑。笑讲你拍带，其实不是你拍带，是伊拍带，但因遐人唔知影。到明年美军入来，我甲你讲，情形就无同款啦。到迄阵你听我甲你讲，遐人会甲你讲啥？我老早就知影。你要信无？那无我咧甲你讲，我谁在你？我老早就支持啊。上好哦，因这么咧甲你讲话，你让录音起来啦。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台湾人是阮行的啦，从四界派的啦。阮老早就知影，迄林志坚，我老早就捌你啊呢。到迄一天哦，我的派就拢无影啦。其实我嘛无做派，不你免烦恼。我为2022年6月2号为金门偷渡转来，到今日，我过清道处的生活呢。我家己知影，我要行这条路，我家己知影。所以，食薰、啉酒、跋筊，我拢无。你免烦恼，钱嘛袂去共吸，查某嘛无去吸。最近娶某怎样啦？我娶某，听我讲，你想看卖啊？你敢想看卖？你敢冷静下想？我敢娶某，表示啥？这条路无问题嘛，对不对啊？对。啊，你免拍手啊！我无叫你包钱花呢。
不过我也没请到影啦，是阮太太较可怜的呀。我跟阮太太讲，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接到政权一时间，我才来补请，你讲好不好？啊，大家拢来好请你好不好？你唔通包物件，你若包哦，我会去用庆山的。但是我甲各位讲哦，我刚是这个时阵结婚，其实我对咱台湾人讲，这条路是足安全的呐。我总未讲将阮某甲杀去死吧。我刚结婚，表示讲这条路会成功，因为我老早有讲，台湾政府呐，迄个招牌呐摕到，迄一天我要结婚。伫今年的三月十五，美国官方正式发台湾政府的招牌给咱。所以我遵照承诺，四月一号结婚，而且佫登记，户口已经办好啊呢。啊，我讲讲四月一号结婚的时阵吼，网迄网络吼一堆呢，讲哈，卖好骗去啦。四月一号是愚人节啦。我讲哦，台湾人哦，头脑是夭寿好。我选来惊四月初一。当然，我四月初有原因啦。第一，好记。啊，无我后摆若结婚纪念日袂记，我去我要庆考呢，对不对？因为四月初日本天皇伫台湾公布诏书啦，安尼用这天来做纪念日，安尼好唔好啊？安尼我有巧无？所以呢，我吼咱家少年人阿伯娶某，你爱记咧哈？你咧结婚纪念日爱记好，上好是用甲我同款。建议你吼，做好去的，安尼较袂袂记哩。安那袂记吼，迄某拢会甲你磕头。我甲你讲，啊，最近哦，啊，佫有一条足趣味的消息，甚物消息呢？板桥地检署啊，最近呢，特别起诉一个案件，家暴。有奇怪啊，你秘书长那里讲家暴，因为有一个翁仔某吼，做翁的吼，甲某拍到受伤，啊，是为着甚物代志？为着三十万，某去地检署甲案情申告，告啥？告因翁。啊，啥个告因翁？用阮翁哦，摕三十万块啊，去甲台湾政府买一个参议员啊。他们哪有这戆的呢？摕三十万块去买参议员呢？夭寿哦！啊，这参议员甲啥买？甲台湾政府。各位，咱是啥物人？台湾民政府呢？啊，一个讲给台湾政府甲买三十万哦，检察官说，然后打电话，那有人讲去甲你买官？我讲你看到鬼！我含无犯到你，无你无话，搁买三十万？各位，咱不是台湾政府呢，咱是台湾民政府呢。所以我甲你讲，后礼拜我估计差不多起诉啦。所以伫网顶，你看，这台湾政府安怎遐个人哦，迄甲咱无关系啊！我先甲你讲啊，你若讲参议员都爱用钱买，众议员都爱用钱买，啊，我看州长听讲七十万啊，啊，副州长啦，副州长七十万，我州长哦，夭寿哦，我好个，我甲你讲，这款钱也敢收，啊，这种的组织也敢敢相信。你看台湾人多戆就好啦，你看台湾人很厉害，有啊，啊，他怎麼打他母官，你不是啊，他母說，那詐騙集團啦，你給他拖回來啦，啊，翁說喔，啊，不好意思啦，不好意思給他拖，台灣人看多戆啊，錢方開計，各位，這都不是黑白說的呢，板橋地檢署你就去查呢，检察官姓刘呢，免偌久啦，所以我有阵想想哈，得道多助啦，啊那利道哈会被消灭啦。我甲咱的所谓学员讲，咱叫国际法，台湾民政府，什么叫台湾民政府？就是伫国际上的规定，去用占领地区的老百姓，家己爱成立台湾，诶，这个民政府，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伊拉克当年有二十几个伊拉克民政府，美国要承认对一个，承认一个足简单嘞，干那承认一个人尔。伫美国顶礼拜才甲我讲的，
因为我甲问讲，啊，你伊拉克当时这个伊拉克民政府你是安怎甲找的？伊承认这个人就是美国在华盛顿 DC 甲设一个办公室，干那一个人尔呢，一个人的公司呢，叫伊转去，转去伊拉克。了后，美国军政府将伊拉克民政府的权力交这个人一个人，该规定四个月之内你要组织伊拉克民政府。个人四个月，伊组织民政府二十几个其他的民政府，美国甲消灭掉。我甲各位讲，台湾我来走到这天，啊，美国要找什么人？你认为要找什么人？我没说啊，但是我跟你说，登记那个人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呢？我的名字好像林志生的，所以各位，我愿意带咱带领咱大家来走一条康庄大道，好不好啊？喂，不然这么兴奋，你这么兴奋哦，我说不下去，拜托的，不要太兴奋啦。咱吼做代志吼，爱沉着。我阁甲伊讲一摆，你若看吼，为以前甲即摆吼，伫骂我拢唔茫甲回应咧。不管你甲我骂啥，我拢不回应啦。因为我是感觉讲吼，啊，我遮聪明，啊，遮人遮颓，啊，你乌白骂，我咧甲回应，敢若我甲伊共款，甲幼稚园啊，为人你若拄着幼稚园个囡仔，你甲你骂，你敢要回应？袂嘛，你要甲扒咧嘛袂嘛，卖插袂到啊。遮拢幼稚园啊，甚至拢含啊咧乌白尔尔啦，免插袂。咱行咱的路，咱就是公民身份证，较紧的，照美国的意思，41万分甲达到。当然，这有点难度啦，因为吼、哦，拼两年半，才10万分尔尔。啊嘛，接10万嘛，算真厉害呢。我无一片，真正10万分真厉害呢。啊，有人讲吼、哦，哎呦，1000块有够贵哦。喂，贵，够贵。中华民国的护照1300块啦。啊！咱的身份证的纸质，迄个制作拢是美国做的，迄品质拢比中华民国较好。1300块，你都得出啊！啊，这1000块你无要出，你有够过分呢！啊，即摆讲这1000块，讲咱是诈骗集团呢、啊。我定你去讲，上课讲几啊摆，各位，我有甲你无款无？有啊无？哎、欸，拜托较大声嘞，好无？我有甲你无款，请你举手。拢无吧，我无无款，但是咱有一挂员工呢，啊，员工咩啦，足可怜呢，啊，都爱靠卖册，啊，卖册，遐册，我印讲义互恁，无啊，迄个徽章，咱个无啊，毋是台湾做个呢，是谁做个？韩国做个。我就是讲你有问题咧，哦，你白就讲安尼，哦，你有够个性咧，我叫讲伊有问题咧，讲白就讲安尼白啦，你听你个看讲咩，啊你有问题，无问题啦吼，啊安尼，哎，性格，性格，我之前头一摆看咧讲吼，白就用这咧白。很有意思哈，所以我甲各位讲吼，我讲介关心介，哎呦，时间无真济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咱国际班要上啥哈。咱国际班上的物件是拢无同款啦。国际班尤其有一个叫做中国国情报告，这台湾足惊中国的啦。啊，唔知影讲中国哦会拍台湾来灭啦？啊，中国是毋是偌强啦？如啊，要强到啥物款的情，拢搞不清楚啦。所以咱有一个特别有一个叫中国国情报告，啊，佫一个就是讲爱深入检讨台湾的国际地位，啊，这国际地位要安怎解决？伊有一天，咱所有的成员，尤其是国际班的，咱的政治局、事务局的，这些人拢要跟啊美国坐下来谈判呢。美国要将台湾交予你，有三个条件：第一，你不能走上共产党的路；古巴，1899年，交予美国，挂予美国。1902年，伊独立，古巴独立，经过2年外3年啊。
民主的受用还没有，那当时去给卡斯族革命变成什么共产国家。美国的烦恼呢，美国的烦恼说、欸啊、你台湾会这样吗？我教你民政府免两年三年，中国共产党煽动台湾人、啊、台湾人还没听到被煽动变成共产国家，美国会这样怀疑呢？因为古巴在美国的头前而已、啊、台湾隔壁就是中国呢，美国会怕呢？所以美国是怎样到今天为止对我们不爱说实话，不爱将真真正正的事情跟你说，只这样放一下放一下，原因就是说他认为要时间来教育台湾人。所以美国要求我要换国安参谋联席会的执行长，这个位就是说你要换这个位，要让台湾人不能走入共产国家的那条路。我你免烦恼我安怎？我为2002年6月2日到偷渡金门走回来，我哪有可能讲是去战胜中国共产党那套？中国共产党，我有四间校，还搁伫遐呢，去收去做国立的呢。像这种的情形，所以美国他敢相信我啊，因为我绝对袂去行共产那条路啊，所以。美国说第一你不能走出共产那条，第二条你不能走台湾独立这条路，你台湾独立没有法理依据嘛，有头家嘛，这块土地的头家是日本天皇嘛，虽然日本天皇不能说话，但是没表示说这块土地不是他的呢。美国可以策略上的运用什么让台湾跟日本变成 Commonwealth 啊，变成邦联啊。第三，你不能走上统一的路。当然，共产党现在一直放利多给台湾，派吴伯雄去。各位，吴伯雄是代表中国国民党去讲的呢，代表流亡的中华民国去讲的呢。所以，他如果达成协议，跟你台湾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呢。我跟你说哦，三个公报在台湾有没有关系？也没关系呢。你三个公报你不要看呢。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报》说什么？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美国 acknowledge 什么意思？听到，得知。再说一次，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再说一次，你听没啦？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各位，我们什么人？台湾人。所以说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敢你？是不是你？那你会举手？都不是我们嘛。所以那个上海公报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嘛。啊，但台湾人都说说的。啊，害了害了，美国要出卖台湾了，看到鬼了。你是讲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迄、那个流亡在台湾，迄、那个中国人啊，认定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合法的中国啊，和你台湾人无关的嘛，对不对？啊，所以1979年，中国甲美国的建交公报，赶快建交公报，讲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湾人，建交公报。敢有讲到咱台湾人甲因中国人关无呢？所以三个公报内底所讲的，拢是因中国人伫台湾遐念难民呢。1987年的817公报，三个公报内底，你会记哩？三个公报内底拢是讲到讲，伊中国认为安那安那安那，从来没有提过讲美国的看法是怎么样。大家都不要看呢，大家都烦恼呢，你烦恼啥？会记得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有两点就好。第一，占领不能移转主权，这第一点你要有的。第二点就是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如果要讲说第三点，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你读几部，你在这个地方学几部的功夫，
总结一下，三点而已，有简单吗？很简单的，有深吗？也没深呢。但是你过去六十八年的头壳里面，都底都是中国文化。所以呢，很可惜，咱吼受训无够多，但是我相信，为2011年开始，1月10日开始到今日为止，咱拢无休困，不管过年啥物年拢无休困，两礼拜一期，两礼拜一期，从来没有休息。阮是普通人呢，阮嘛毋是铁人呢，阮毋是机器做的呢，阮毋是机器人呢。咱这干部都不是机器人呢，每一礼拜上课，咱礼拜中到时12:40，咱是决策委员会，40个决策委员会都爱讲进度，哎呦，所有人拢知影。咱的中央的政治局、中央的事务局派人去六个州，因为美国要求伫8月份，咱这政治局甲事务局的人事爱甲固定起来。固定以后，练习怎么样来运作？咱各位，你若当个高级班的时阵，你就有资格能够加入咱的政治局和事务局。但是我甲各位讲，你要自动来，你要报名，甲你的州长讲，我可以担任什么？当然无总统这位来的，因为后摆无总统啦。吼，阿嘛无，即嘛无总理啦，因为含美国谈判。没有总理，没有总统这位，所以你不能说我要当总统，不好意思，没那位、我要当总理，不好意思，也没那位，但是有一位是叫做总统、但总统要日本天皇任命，所以呢，你换第二卡的啦，这样好吗？还敢说好呢、好，这样有志气，漂亮，我们台湾民政府啊，八七前以后，咱的刑法干两种尔，一种死刑，绝对无你家你客气的。你什么人、什么什么权啊、什么人权委员会啦、啊、什么啊？伊若讲你反对死刑啊，我跟你讲，我的方法是安尼啦。谁反对，请你站起来。你反对，好来，这个死刑的人交乎你，你去饲，你去饲厝，甲带。你反对死刑嘛，对不对？你去饲嘛，我公家我爱甲饲嘛。死刑我为什么要去养他？伊是犯罪嘛，所以判死刑嘛。啊，你反对死刑的会使啊，你有钱啊，你起厝，该关到内底，卖好出来。安尼好冇？我相信迄当拢无人敢讲伊反对啊。谁反对，谁带回去自己养。第二种叫鞭刑，鞭刑就是讲你判几，你本来是判几年，即马判几个，一般一摆你拍的时阵袂当超过五个，拍五个一定会死，袂当超过五个。你有看哦？喂，这鞭刑是爱烫光光安尼拍呢，吼？五个啦，我做迄个阿拉伯加迄个啊，做伊迄个做新加坡吼，因的规定是五个啦。啊，这我用人拍嘿，我用机器，迄力道拢固定的，吼、几磅就是几个。哦，你有看吼、哦？我讲这真正足可怜的，吼、各位，后摆我建议吼、唔通犯罪啦，犯罪吼、迄个面子人格拢无去啦。哦，当作裸体鞭刑致死，并游街。你有看哦？治安袂好，那么你想看卖啊？你犯罪，我就爱请人甲你告，啊，搁请人甲你饲，啊，搁起厝互你住，啊，洗身躯烧水无烧水，你骂讲骂讲咱无人权，免来迄套，你家己拍拍，你等于家己告牛屎。啊，一个月搁搞搁来搁拍。啊！你若判无期徒刑，你怎啊？我劝你自杀较紧啦。那逐礼拜、逐个月去拍，足艰苦的啦。我跟你讲，所以吼、判无期徒刑哦，比判死刑啊较艰苦。
四年一摆就死啊嘛。啊，若无集中啊，每礼拜拍五个，我唔相信挡会掉啦。所以讲，会不会犯罪？会无？那会个犯罪，你举手。啊，若袂，你举手。你吼，你拢赞成哦，你拢在赞成。我甲你讲吼，后摆台湾民政府绝对安尼实施，我会当甲各位保证。我若迄当阵，要阁是这个啊，做执行长这位的时阵，讲起来吼，转型正义吼，过去拢无咧执行啦。因为台湾人吼，心夭寿嫩，袂堪要互讲话。阿扁啊，就是安尼啊。心夭壽嫩，伊转型正义拢无做嘛？伊敢有做？无啊！伊做总统，命令当然是总统府娘娘啦。出总统府以后就无命令啊啦，无人你甲听嘛？敢毋是安尼？你啊，所谓政务官，遐政务官个个贪污，但是国民党是贪污搁较厉害啦，咱听人讲啦，对不对？哎，发言人军因兜开个啊！所以在这款的社会里面，你敢会甘愿？你不甘愿，对不对？你绝对不甘愿啊！啊，你看，咱拢拼到要死呢。我看咱各位哦，你看，大家拢面拍到乌乌呢，大家拢足认真呢。啊，你讲个面拍到乌乌，啊，你讲啊，我伫只你受恩爱交六千块呢，啊，高级班啊交一万块呢，安尼有较贵无？未较贵。我以前讲就是讲哦，三工两暗。吃十顿，即马唔是啊！我即马迄天，咱的一个同事吼，伫高雄甲我指正啊，伊讲秘书长你讲唔对伊啊啦！我讲，啊都三天两暗吃十顿，咱也讲唔对，七天七暗吃十顿啦！我讲啊，伊讲哎，水月园农场的头家拜一甲拜四，敢有做给别人？我讲无啊，互咱伫用啊，安尼毋是七天七暗吗？啊，我想讲吼。人上有人啊，天上有天啊，我是无够巧啦。你讲对不对？我无够巧，对不对？安尼拢点点。哦，恁赞成迄人讲的，我无赞成，我讲的就对不对？没有。但咱听人讲，迄人讲的是对的。伊唔想这个所在，你无上课，伊就租给别人啊。所以讲起来，七天七暗吃十顿，一万块安尼贵无？无贵呢。你想看卖啊啦？今日咱也无这个基地啦，咱台湾民众无这个基地啦。假设啦吼，台湾民众我多发展啦，我跟你讲，你讲对不对？好，加再有这个基地啦。你看后边吼，咱的查某同志可能无看到后边，那是查甫的宿舍，你来去参观看卖。迄、那个浴室起啊真水呢，新的呢，便所嘛新的呢。哦，你来看，行过一个参观一下，国贵顶馆吼，要起一个三层楼，要抵五百个人。一拜一千个，两一千五百个人，一当来这上课，真正吼、哦，感谢游先生的打拼，啊，替替咱的同心，甲咱帮忙。各位，咱大家用热烈的掌声，甲多谢好唔好啊？这个非常感谢吼、哦，我真正是由衷的感谢游先生，尤其是这边的事件吼，有真多一直要。尤先生讲叫伊卖阻拦，哦，卖予咱用。但尤先生呢，始终如一啊。伊讲台湾村这条路尔，我若无停，是要叫上停啊，了不起。这条路真正是村这条路，法律的路尔啦。所以伫这个所在呢，我原来爱甲各位特别拜托，这个拜五咱有高级班，拜托咱呢，一旦叫一寡有志的。同志啊，做回来，咱较紧的达成我们的任务。好、哦，啊，今年八月十二到十六，咱要日本参加靖国神社的迄个做秋季的祭典。啊，今年九月初八，咱要伫美国，由美国伫替咱办一个酒会甲记者会。这是咱今年第二个大的代志，第三个就是十二月二十。到二四，咱每年一拜，去甲日本天皇祝寿，去甲迄个靖国神社甲参拜，这三个大个节目，咱各位若有时间啦吼，啊当然金钱嘛爱有啦，因为去日本爱三万几块嘛吼，啊这方面呢，
拜托咱各位吼来参加，你啥物活动拢免啦，你干那集中参加伫咱台湾民政所办的工课啦。啊，这个时阵吼，我甲各位讲，伫无形之中啊，无形的中间呢，台湾的政府、台湾民政府、台湾人会互你解救，足轻松的，唔免用武力，唔免用刀，唔免用枪，咱的车牌。过在两礼拜以后开始要发行啊，但是敢若一千块尔，这一千块发行的时阵，咱拢完全照美国的支持。所以呢，那这种的有这你有想要车牌，你拢该问你啊做州长，因为州长呢，啊州的办公室拢有咱州的办公室的人员会甲你解说。啊，今日呢，这初级班啊，我要上到这个所在，要来休困十分钟吼。啊，刷的是三点到三点半，咱的议长，咱的议长是非常的甘心啊。议长呢，伊最近身体无好，但是吼、哦，伊拢抱病参加啦。啊，议长呢，这是我所看内底的这个学者吼、哦，人格者，我非常的佩服伊，真正由内心来的啊佩服伊。恁等下吼，伫这里啊做。闭幕式的这个三十分钟内底，你会有真侪物件。啊，等下三点半翕相，一定爱参加哈，一定爱参加翕相。你莫先去整理物件哈，先翕相。啊，翕相以后呢，咱话会叫迄、那个啊做计程车，上好是四人一组，四人一组较省钱。吼、哦，啊，要去高铁啦，啊是要去啊做代替吼，咱拢会使四个一组，四个一组。啊，今日的上课吼。到这要翕十分钟，多谢各位，谢谢，多谢，谢谢，请起立。